5月1日，倪妮五一发微博称休息不能懒，要去煮泡面了，然后配图注劳动节快乐，照片女人味十足，还有原图。日前倪妮工作室在微博晒出美照，称喵总今日受邀参加活动，回到家乡江苏更温婉了。画面中倪妮身穿一身蓝色连衣裙，坐在落地窗边，委婉大方，长发飘飘，妆容精致，一手托腮看向镜头，平添一份夏日清爽。网友纷纷表示这发型真不错，看着有气质，不愧是高级脸，看着很舒服。哇，倪妮这么美吗？日前倪妮在自己的微博中发文称，明早4点起来工作，睡了倪配以美照两张，照片中的她由造型师整理马尾，倪妮神情放松，皮肤细致，气色很好。另一张则是她身后有天使之翼的可爱照片，网友看了纷纷表示好好休息，爱你，晚安美妮宝贝，你那么美，你的皮肤也太好了吧。